快点，让第二道，第二道，第二道。哦，真的是厉害啊！哇哦！好，干嘛要干嘛？那是头开钢板，可是我要运气，我才有办法集中精力。好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请。我还是站远一点好了，我那喷出来嘞。对啊，钢板哎，那多重。了不起了不起，他是现任少林方丈释永信的嫡臣徒孙。我很怕我们底被他弄破去。两根哦。哦妈呀！哇！哇！哇！加分加分加分，两根哎！过那个气球啊，对，穿过玻璃，这个叫什么？我就试一下我的表演。这少林功夫叫什么？叫飞针穿玻璃，就叫飞针穿玻璃吗？对。啊，你可以正面给我们看一下。将刺身，运功10000块钱哦，五枪哎，我的妈呀！要先脱衣服。这个都有自己的那个什么兄弟有没有？那个就是那个同门的那个少林，那这个就是用我们工作人员，所以基本上危险性更高。这样太危险了吧？加油加油 ！Oh my god！ 应该是他的那个加分加分加分，这应该他的同门师兄弟要做的，但是交给我们来做。掌声鼓励。